沙哥，我刚看见他拿，我看沙哥拿了一坨土，我就知道完了，灰尘没了。挺聪明啊，脑子转挺快。哎呀，我告诉你就一玩起来，嘿，眼不花，耳不聋了，哎，身体倍儿棒。哇，这么多台铃电动车啊，这款好好看哦。这是传说中的跑男定制款吗？来试一下。啊。我知道台铃和跑男已经合作了3年了，这是跑得更远、速度更快的台铃电动车。哇，好快啊！我可以直接开回去那边吗？哇塞！我刚应该开着这个东西去找，应该刚开着台铃去找东西啊！哈哈哈哈哈哈，追不上我吧！哈哈哈哈哈哈，赶不上我吧！田亚明是沙哥组和晨哥组，两个排叉的组，最后一名的就是白队。Thank you， 我是。没关系啊，没事，我们排好无所谓啊。Thank you， 我们都是战术啊，咱别换他们的，他俩就让他最后吃。来换我呀，来换我啊。接下来就请两队的成员依次到我这里来挑选场上任意一位队员的仇进行查看，然后并且你们来决定要把你们两人当中的哪一位的仇进行召唤。哎，我如果看了这个人就一定要换这个人的吗？不，啊，我看了这个人，你看了谁也可以不跟这个人换。你有没有资格看别人？问那么清楚干嘛？ Just ask。很棒，很棒，你让我看看，很棒。其实我觉得他俩牌应该都还可以，他俩，因为他俩第一个选的，那我就尝确定吗？嗯，我会告诉你他是哪一种类型的仇，但不会告诉你具体内容。他的仇的类型是。对，那如果确定的话，你就直接去跟他换就可以了。走，过来，换谁？沙爹选谁？什么选完？跟我换、啊？他直接换啊！就他那张肯定是差的。肉。妈耶！沙哥对我太好，哼，下一把等着瞧。谢谢沙哥，谢谢沙哥送你鲱鱼罐头。晨哥，如果他们换过的你也可以换，但是你不能换第一名的，你只能换后面的。完了，那我们就别换他们了，因为他们都被换过一次了。我觉得我们想问一下，他是谁？确认了啊，确认了。好，他的仇的类型是，我们把金晨换田亚明。好，我们用金晨的换袁亚维的仇。哦，来了啊，保重。金晨，保重。金晨先到这儿来看。哦。我看 Tia 的表情好像很难过哈。哎，不对，这个人看完怎么跌坐在这儿了？我系鞋带儿，我系鞋带儿。你系鞋带儿怎么了？我系鞋带儿嘛。我看这人怎么跌落在地啊！很扯，很扯，很扯。以为烂，换了个更烂的。奔跑吧，宋运！